陀佛。今年是中华民国96年，也就是公元的2007年。新年的开始啊，大家都会讲恭喜，新年好，新年如意。那我们大家都希望啊，就是恭喜啊，恭喜有用吗？这是有用，我每年都问这个问题，这有用。大家是发一个愿，朝这个方向啊去努力，朝这个方向啊去啊许愿，朝这个方向去啊，大家共同的彼此的互相的帮助。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所以说恭喜呢，祝福呢，就是很有用。还有呢，这一个人恭喜，这许多人大家共同的恭喜，那这个变成共同的愿力。因此我们今年度的这个贺年卡以及我们今年度的春联是有4个字啊，叫做和敬平安。那我们和敬平安另外还有加上啊3个字，就是大愿力。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大愿力来彼此的互相的勉励，就是互相的来啊互助，互相的祝福。那我们今年用这个和敬平安来互相的祝福。祥和带来人人的安乐，礼敬促成呢事事顺利，平等看待一切众生，安养啊世界成为净土。那再四句话就是以我们这个和敬平安4个字来去如何的去实践这个4个字。这和呢祥和，敬呢是礼敬，平呢是平等，安呢是安养。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呢每天呢都照着这个4个字和4句话的意义啊，去鼓励我们大家，自己也鼓励其他的人来共同啊这个祝福的话，我们真的会平安，会顺利啊，会啊让我们这个人间呢变成净土。这是我们的祝福啊。我们呢这个法鼓山最大的这个成就呢就是今年呢由于我们法鼓山生产的制度的完成，所以我们举办了这个新方丈的就任。那这是在我们法鼓山这个团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的焦点。也就是说本来我是法鼓山的负责人，在从我们新的方丈接任之后呢，我就变成了创办人了，仅仅是创办人的一个位置，而所有的许多的行政的工作啊，那都交给第二代去啊处理了。甚至于包括传戒了剃度了这些仪式啊，还有我们这个山上或者山下有一些仪式的活动啊，那我都是退而二线，而有新的方丈和尚啊来代替我们代表我们呢、这个法鼓山这个团体的负责人。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呢今年度去年度的这个大事情。
那这一大愿力啊，是什么意思？那我现在想发愿了，我们要发共同的愿是什么？因为我们往下走啊，比如说这个研修修院，是新增设的，还有呢，法国大学，建设费用以及将来的创校的费用，距离这个我们的目标尚有这个需要努力的，尚有一个距离啊。因此呢，我们在办这个法华中这个落成启用典礼的时候呢，我们推出了一个计划，就是大愿力，希望大家能够这个配合着这个法华中的落成，而持续的能够把这个荣誉董事的这个人数啊这个增加。那荣誉董事的人数增加呢，需要大家来帮忙的。除了在这个2006年的12月23日那一天是一个大典的一个起点，但是起点以后，我们希望呢，那个荣誉董事能够大量的、快速的成长，使得大家呢，能够有福田呢来种，那请大家能够自己来做，自己再做几个荣誉董事，或者是呢，也请大家呢，这个为我们呢去鼓励、劝请其他的亲戚朋友们呢来共享升举，来同种福田，为我们佛教的教育事业啊，这个奉献一份呢、这个力量啊。同时在我们这个这个团体的这个僧团呢也好，我们的护法体系也好，在任何一个部门也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来啊，为了这个我们护法体系啊，要做关怀。因此我在1996年我许一个愿，就是我想巡回的做关怀。师父要关怀，师父要勉励是什么？师父到各地区去，不是啊，就是来要钱的，是来化缘的，而不是所谓化缘。如果说化缘的话，就是化佛法的缘，希望大家能够更精进的、更努力的，在佛法的义理、佛法的修持、佛法的生活方面呢，更呢，这个多下一份力。那多下的力的时候，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事业、对特别是对自己的身心是啊有好处。那我们就是烦恼会少一些，我们自己家庭会更和谐一些，我们的这个环境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或者是我们的事业啊，可能进行的更顺利一些。那就是要靠佛法，因为我法鼓山的佛法就是生活化的、实用的佛法。那除了拜忏啊、念佛啊、打坐啊、诵经啊之外，我们要把它实践在生活里面。这个是我们说都是大愿力啊。大愿力这是让我们能够成长，在佛法的自见、佛法的修行以及对佛法的护持、种福田，那以及对佛法的弘扬，就是广度众生，那这一些方面呢，多以发大愿呢、来达成我们今年的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呢自在、快乐、平安、幸福、健康。阿弥陀佛。